Mina 桑，哦，嗨哟，欢迎来到六的频道，新年快乐！那我们在最后的底线前要再来抽抽看财神呐、啊。我们还请到我们的小鸡，小黄鸡，鸡年的代表来跟我们一起抽转蛋哦。这个你，那个你，那个他，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要再来一次哦。按下去，呜呼！好紧张哦，到底能不能再升到？哦，这个踩得到底啊！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，鱼蛇神？这一单我希望啊！我是希望这一单就能毕业啦，他这样子让我好害怕哦！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十颗，算了，我就不好说了，我感觉会在留言看到啊一堆垃圾之类的。优步优步优步！哦，两颗彩的，我的希望就在这里了。我希望我们在这一单就收手了。No！第一个怎么那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的五星啊？没错，九流免停出现过，到底财神到！谢谢大家，我终于，我有点不敢去算我到底抽了几次了耶！肉流满面，诶，那这个是谁？该不会是马祖啊？这是马祖诶，我也缺马祖诶，我终于有黄色属性的新的神力军了，呵呵，果然就是停在这一单就好，还好，啊。在我正想要录收尾的时候，不小心又按到，我只是扩充包包而已，我不小心又按到有转蛋又进去了啊！我的50颗，我的初音，这50颗根本就是啊！哇，金很勇哎、欸！我无言以对。啊，在一阵尴尬的情况下，总之呢，还好我最后还是抽到了财神。那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年，有。希望大家都能抽到自己喜欢的角色哦！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别忘了赶快帮我们按个喜欢，以及订阅频道。大家下次见喽，拜拜！